2月2日娶老婆，李成泽俾超级礼金啊！12月13日大好日子，李成泽同未来太太刘善庆就为风水文化旗舰店主持开幕礼。除此之外，同日佢哋仲玩埋过大礼啊，可谓双喜临门，真系要讲声恭喜恭喜啊！起啊！有個大禮，有新店開鋪，同埋今日可以俾你哋咁樣做訪問，咪三喜臨門咯。過大禮啊！你今朝好早起身喎，好似話。其實琴晚我都冇瞓過咁滯啊。哦，好緊張啊！好緊張。係啊，因為咧我攞咗好多我嘅珍藏出嚟啦。咁啊因為每一樣嘢咧，好好嘅，其實都要解釋俾未來太太知道。咁未婚妻要解釋咧，咁佢成日都同我講，佢話：我就快變咗咧半個玄學家噶啦。但我通常就會答翻佢，我其實咧，我同佢一齊之後咧，我就快變咗一個講者。依家學識咗咧，就好有耐性啦，智慧與美貌並重啦。咁同埋係啦，係成日要講講者，不停咁講啦。咁所以變咗一個講者。既然李博士都變咗一個講者啦，咁不如講俾大家聽，你究竟俾咗幾多錢未來外母做禮金先？咁今日積金係咪好厚啊？你問媽咪啦。不過佢都話滿意，好開心。咁最風手到十段都斬唔斷啊！咩嘢啊？厚度啊嘛。左手到啊！咁今日都順利進行咯，嗬？好順利。咁正有咁多位喺度一齊，同埋今日順便拍埋貼啦，趁咁多親朋戚友喺度。